恁两个即马是我上宝贝的爱将，那不是恁两个，我要哪有可能把陈小春赶出公司？嗯，我啥物拢无做，拢是听副总的指示。是啊，拢是副总真讲想了即个锦囊妙计。我之前哪会拢无发现，恁两个这么故意，这么得人疼？恁讲了无唔对，我嘛愈想愈尴尬，我根本就是诸葛亮在世。智商180，真正有够巧的，才会想到找恁两个人来做经理，干那用一本笔记本，就把陈小春逼走。其实我甲维云吼，拢无直接听到，还是看到小春甲在代表谢老方总监，阮只是合理的推测，这干那会当算是间接证据啊？李美爷，你真正无我巧。这就是恁两个闺蜜的作用啊！恁甲陈小春行这么远，连恁拢怀疑伊泄露情资啊，别人当然会相信啊。我只是无想到，恁姊妹啊会为着要买厝，比我想的搁较精彩几百倍。哎呀，副总，你之前答应唔要好话奖赏，应该无变吼。这是当然啊，我唔是已经当陈小春的面头前讲。会甲恁升起来做经理，而且阁会予恁美丽家园的员工优惠。那安尼，以后恁的 KPI 考绩绝对会足水的。毕竟会当予我请兵家比的人，就是有资格做我的新爸。喂，虾米？好，我知影。吴总，请问卡电话来讲。陈小春在楼骹，如果是骂，如果是哭，就是不愿意离开啦。伊即马是安怎？伊哪会当安尼破坏公司的形象？你这笨蛋，你怎会敢这样想？珍妮，你常常顾故宫，你是清白的，你对公司绝对忠心。讲到当日参像烈女同款，结果嘞，一打出大门，就把珍妮排放干掉，佮顶级对手咱做伙。陈小春，你今麦还跟我交代通告？我也是迄句话，我是清白的。你想要跟我开除会用诶？除非你给我公司进行调查流程，啊，那无我绝对不好。对，我嘛是支持小春的，因为这件代志关系到小春的名声。我不跟你开讲话。珍妮，你先听我讲完好无？谢老代表这件代志，唔关系到阮大姐的名声。那是我辛苦调查的研究，我甲苹果出来介绍呢。即摆予我献功，我是靠内线通风报信，即口气哦，我嘛吞袂落啦。哈！要进行调查，会用的，只要你陈小春跪落来求我，我会当考虑。珍妮，你知影你家己咧讲啥无？你安尼收超过无？为什么你要安尼侮辱人？我不了啦，冠杰，我周真你自细汉到大汉，我唔爱怪我嘛，唔敢输怪我，啊，唔过我只要嫁第一个男，我跟你去计较，后来来去去的人用机关来弄看我，到底是啥物无良相，老子一针就断。你还想用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件大事啊？你只卖安尼，是你家己选择的啦。就是，这拢是我应该的。张冠杰，你若是继续挡在伊的面头前，我就连你都会拍。你看你真好哦，你安尼无法就解决问题啊！你敢若让大家看笑话尔？只要你卖阁为何这个狗人话的查某，你所有代志都解决了。搁再讲，这是我小大集团的代志，你无资格管。我一定来管。周珍妮，你今晚在创啥？爸，董事长，东东公司的副总，你公司大楼门口闹个安尼，
是什么体统？全部拢你来，叫我解释清楚。董事长，我相信你一定真了解，这个咱胜发也无摕到标案，是因为珍妮副总伊家己错误的决定。啊，不过伊竟然想要捏造罪名，坚持讲是我把标金泄露给方总监，哎，我把这心打落来，想要跟我开除。伊甚至无照正当的程序调查，都用这么粗残的方式处理。我相信应该任何人都已经袂落来。珍妮副总伊对我的指控，唔呐迫害我个人的面具，嘛伤害着我对胜发的感情，嘛伤害着这届辛辛苦苦跟我做伙做这届标案的所有的同事。这口气我绝对忍袂落，我爱珍妮副总还我一个公道。我讲，董事长，这件代志我美颜、维云，阮三个会当做证人。阮会当证明这件代志全部拢是珍妮副总在捕捉小春。对啊，小春无出卖公司，伊是去人冤枉的。讲唔对，这一切拢是珍妮副总的主意。珍妮，你个代志讲我清楚。董事长，是尹氏的好姊妹联合起来对付我，跳过你很排官。李冬雨，你讲我无啦陈小春，禁锢嘞，禁锢嘞，禁锢嘞。我已经把重要的录音拢整理出来啊。不过，你是要一刀未剪原版的录音，我随时欢迎大家出来收听哦。你两个今嘛是我上宝贵的爱将。那不是你们两个，我要哪有可能把陈小春赶出公司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拢是听副总的指示。是啊，拢是副总真功，收了这个的情人妙计。我之前哪会拢无发现，恁两个这么故意，这么得人疼？恁讲了无唔对，我嘛愈想愈尴尬。我根本就是诸葛亮在世，智商180，恁真有够巧的。真系想着找恁两个人来做证人，干那用一本笔记本就把陈小春逼走了。其实我甲维云哦，拢无直接听到，还是看到小春甲恁代表写了方总监，阮只是合理的推测，这个哪会当算是间接证据啊？李美妍，你真正无我巧。这就是恁两个闺蜜的作用啊！恁跟陈小春行这么远，连恁拢怀疑伊泄露珍珠啊，别人当然相信啊。啊，不过阮也是真正冤枉小春，我会永远良心不安的。咱无冤枉陈小春哦，伊咧胜发，我讲的话就是真理。我讲伊陈小春有出卖公司，伊就是有。就像现在，我若是讲恁两个人是共犯，就算无证据，恁嘛会受牵连，做伙处罚。恁两个，珍妮，卖个脑，不是伊两个做的，其实是我。我昨拄好眠梦，梦到神明给我指示，爱我今仔日未当行，就会发现爆炸。我偏偏。你办公室，你当兵，我经过听到你的讲话，我就落起来啊。无可能，你伫咧外口路的，声音无可能这么清楚。这，这卖科技我尼啊发达呢，早就超出你的想象啊。像，到底是像是为谁个喊害我？是像？不管是啥人录音，这确实是你的声音咯。哪里有证明？小春无出卖公司，一切拢是你硬加给小春的罪名。关键讲了无唔对，咱就事论事。珍妮，这件代志确实是你唔对。董事长，陈经理，这件代志确实是你受了委屈，我伫这甲你解释的。
我现在正式宣布，陈小春经理即刻复职。多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啊，那周珍妮副总，因为你创坏苹果，害公司袂当得标，造成损失。本来你应该主动处分，要唔讲你唔拿我来做，国家责任塞给员工，强迫员工替你打罪。所以我决定，让你暂时停职，接受调查。没耶，文宇。哎，小春，你莫伤心啦！你看你今麦已经复职啊，而且哦，这个愿景嘛出来，你应该欢喜啊。所以，迄录音档是恁偷录的对不？我才唔相信安迪副总也这么好心，冒着跟因阿姊作对的危险，来搞咱这小社畜倒上。我真正足幸运的，我本来两尊讲我真心换绝情，但是被比起来，被那个女魔头欺负，你无相信我，我搁较伤心。那个时阵，恁牙手讲要开除我，我真正是心在淌血。我卡在只是一出戏。我伫甲我家己讲哦，厝内朋友这种代志，我绝对莫搁发生第二届啊，真正受过艰苦啊。我们是，我今嘛才知啊，下面叫做度日如年，准是的啦，很辛苦。是我对不起恁啊，恁拢是为着要救我，是我拖累恁啊。哎呦，小川，那有可能不爱弟弟？咱有四个人是四叶草哎，那是减你一个哦，干哪会当叫做三宝？呜。三宝这名字好瞎哦，我就不爱嘞。哦，我嘛不爱哦，安尼以后想来替我加班啦。有啊，那是跟小川绝交哦，我以后嘛拍戏继续留在阿姨家，加班费、大班费。哦，我来恁拢想不掉呀，我就无嘞，反正无就是后面用小大作用。所以是啥设计这个计划？你想阿哥有啥啊？当然是。熊嘻嘻的斗鱼啊！其实哦，我原本嘛想要甲小春讲正题啊，啊，不过我想到阿姨遐尔期待买厝，万一小春去有石头咯，至少我还阁伫个公司，而且我的 KPI 阁会当争取员工优惠，所以才归去将计就计，调岗创第二摩托。所以嘛是你去拜托安迪副总的。嗯。我打算要替你甲珍妮副总救落来。啊！要算这么大？副总，我无在讲生肖，恁家底下小姐嘛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。周珍妮一找到机会，就是要甲你打跌涂骹。你无趁钱嘛，徛阮接班的位置，等你无在条还清的时阵，就袂赴啊。你敢已经有计划啊？写了代表的代志，我有证据当证明，小春是去玩弄的，一切拢是周珍妮侠怨报仇。你会当提这个证据去甲董事长报告，董事长上讨厌人公报私仇，这定义是犯董事长的大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从今麦开始，咱就是最佳拍档啊！安尼看起来，我应该爱当面甲安迪副总讲一声多谢。冬雨，你什么时阵哦，跟安迪副总变到这么熟？啊，讲两三句话就当说服伊。无啊，我跟安迪副总嘛无啥熟。我原本要去找伊的时阵哦，我嘛无啥物把握。我只想讲，若不是讲敌人，敌人就是朋友。想不到我这么好运，安迪副总就把伊当傻讲。